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大哥，你们这两三个人这么猛的吗？靠，我就散了，根本就不慌。你想与我结为盟友吗？哎呀，快走快走。哟，总长帅吗？靠，马小逼崽子，你这才是我的好队友啊。你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。太棒了，前锋要不死了算了。浩浩，让我试试刀吧，给我倒下。靠，哇哦，兄弟们，这把我们没救了。虽然闹嘴，我还是得救一下兄弟们，不然的话他们得在后我了。哇，我这边扛刀了，你直接走啊！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真是你这不就活了吗？你妈，你他妈自私！哎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完蛋了，兄弟们，完蛋了！这把掉大分啊，这把掉大分！哎，等等，这是。Hey, yeah, I wanna shoot, baby.做个小丑的人居然能双倒，我真的想笑死你们。其中还有一个咒术师，压下这个曲线。我来！啊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你直接撞的。我完了！哎，过牛，哎，过牛，还行，哎，过牛，砸这一关。哎呀，两个人砍我几个，你干嘛？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可怜，好断。别摸了呀！你这哇，太抽象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咒术师真太抽象了。哎呀，怎么捏着三头巨狮，兄弟们？哎，我也抽象，兄弟们。这两棍子就只中了一棍子，我也抽象。咱俩半斤八两，谁也不说谁。王牌前锋准备就绪。这不直接就送吗？你这直接送有什么区别啊？给他站在板子旁边啊！你看，为了增加我拉球的难度，他直接站在这个板子旁边，放手一搏吧，真土了。啊！放手一搏吧。你这跟接送有什么区别啊？我靠！放手一搏吧！我操！你把板子放下来呀、啊！你不放下来，那你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啊？我的妈！放手一搏吧！哥们儿，已经五阶局了，已经五阶局了，怎么犯这种低阶错误啊？放手一搏吧！完了。对不起哥呀，有必要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你 OB 不好，你得想一下是不是自己操作问题，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敢不敢跟我比球比球啊？敢不敢比球什么叫黑手？哥去！这把我就不回头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溜到底。他铁定在我后面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反绕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爽爽！啊，这么头铁啊！我靠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真服了。拯救兄弟们，免得人死了刀就还用不出去，这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。他要闪现了，兄弟们，
看到没有？谁还说我？谁还会说我没有实力？我确实没有实力。还在追我干什么？他是吧？应该是要死抓我什么？有一块枣皮，我直接给他用上。这块枣皮我当然是要用的。已经要好密码机了，可以啊，来一个庆祝动作，怎么样？来个庆祝动作，耶耶！啊，我没有过去。兄弟。